因为我是医学背景，那程式是自修，所以这次请允许我修改，就是这个网站的 code 在本地上改变这次的 present。 那这个网站的原作者是也无法确定授权。那这个简报和这个网址都有在那个黑 code 里面的那个这个简报内容。那所以大家可以跟用这个网站跟着我一起做，然后只是原始码的部分有这个授权疑虑，所以请做概念参考就好。那接下来要讲的就主要是这个界面，比如说这个是半透明的示意图，然后这个背景图可以更换，然后还有等一下会示范这个各 IR 各个那个界元素的互动。还有这些这个相关的内容，这每一个元素都可以移动、调整大小、新增或关闭。好，那再过来还会就是 demo 说，就是怎么更换背景图，然后移动这个这个实况的这个镜头到这个地图上的定位，然后。还有将这个实况和新闻画面做对照，另外就是未来的应用，比如说公听会正在 live， 将这引述过去某个立法院某场决议。那如果这时候聊天是某一个使用者，他找到这个立法院过去的 VOD， 那贴在聊天室上，那使用者只要点这个 VOD， 就可以跳出一个新的电视响画面。然后就可以两两对照，看这个公听会上面讲者说的这个有关过去的录影，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是正确的。好，那这个有时间会就是示范一下，用这个网址来那个分享。好，那现在开始 present。然后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一片黑，但是左上角有这个玄机。开启这个实况列表，这边是以贾斯汀 TV 这个实况网站做示范。大家这边就可以把它就想象成是说未来营队的这个各个机动画面的那个镜头。那想要播什么，比如说我可以看到这个实况的内容是那个五花八门，比如说这个好，然后点的这个主要是示范说它可以跟就是现有的这个监视界面结合。那还有说，比如说这个这个是现有的监视界面，那这个画面可以就是放大，可以缩小，那就是当发现这个需要关注的时候可以全萤幕。好，那背景背景这边可以就是放上我们那个制定的这个任何图片，比如说我以这一次华山我们现在这个场地的蓝图作为例子，将这个背景画面贴上去。好，那我们比如说营队，我们可以把这个画面呢，调整一下它的透明度和大小，把它归类在就是对应的这个地方。好，那这个那这个也有聊天室。那也可以加入那个新闻台。好，我们以这个3D 新闻当作示范。好，右边出现的这个就是这个聊天室的界面。那左边这个是线上的这个网络新闻直播，方便营队的这个参与者呢，可以随时监控就是现在媒体的一些最新消息。好，那可以看到这些元素都是可以移动，可以
调整透明度还有大小。那这个我们也可以调整这个聊天室它的颜色界面。好，那这个大概就是今天的 present。那因为还有蛮多就是没有提的。那我再次就是讲一下，就是这个网站是我修改自原有的原始码，所以因为授权疑虑，那大家如果要参与这个专案，要做好就是程式码从零开始的这个心理准备，除非我联络到原作者，他可以愿意以开放原始码的方式来释出。好，就这样，谢谢大家。